椒酱、番茄酱、胡椒粉，还有无糖麦茶自取。米糕，米糕，对，米糕，上面有放一些肉松，还有一半的卤蛋，小黄瓜，这是糯米吧？糯米，排骨酥汤，上面还有加香菜，牙齿肉圆，肉圆做的像牙齿一样。肉燥饭，这是小碗的，然后这是大碗的烧肉饭。它的烧肉饭就真的是烧肉比较多，哇，好丰富哎！肉燥在这里，下面都是淋了一堆肉燥，然后还有小黄瓜，那是酸菜吧？然后一些鱼松，那是鱼松。然后半颗卤蛋，还有烧肉，哇，珊珊好想吃啊！对，烧肉好香，还蛮多烧肉的。然后一样有小黄瓜、酸菜、半颗卤蛋，很好吃。然后有很多卤肉汁，那里面还有肥肉、肥肉丁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嗯，牙齿肉圆一盘有四颗，哇，好 Q 哦！里面包的是猪肉，它是用蒸的，比较健康。加了一些蒜泥。这个蒜泥非常的香，跟那个麻丸很搭。这些是酱油膏，鱼松非常的松香，好吃，糯米很软。这烧肉非常入味，这肉燥非常的香，里面就是冬瓜，还有这个排骨酥，这个是有事先炸过的，料还蛮多的，然后放了一些香菜，增加香气。汤里面有排骨酥的香气，真的很爱吃他们的烧肉饭。然后这个冬瓜煮到已经很入味了，冬瓜啦，冬瓜，汤好喝，这个冬瓜是入口即化，汤还非常的甘甜。
齿的阿嬷都能轻松入口，所以大家称为阿嬷的牙齿肉圆。他用上旋再来米制作，而且是用 CS 温体猪肉做内馅。这边还有冷气开放。小陈，你在玩什么？玩什么？都吃饱了。